演讲场，即阿破伫遮，咱去用去用做奴隶迄种图像吼。啊，我即是我啦吼，即是我名吼。下一页。哦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哦，我的经历是安尼。哦，咱这讲到历史，啥物叫做奴役性嘞？奴隶性。那是讲咱人出生以后吼，受了主观甲客观的因素的影响，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去受到正大正大压制。这个压制吼，互你知影的，互你知影主动的加上你身顶内底。这主观因素啥物货嘞？那是国家意味着目的。我相信年纪像我这差不多人拢知影。迄个细汉的时，反攻大陆、反攻抗俄，无，当然有啊。迄是唯一的真理啊，你袂当个反对啦。咱即摆过来，咱即摆这时阵，迄当时甲咱反攻大陆人，即摆我抱着共匪走，就花朵啦。吼，啊，这做了为了国家因素，这个、国家主观因素的影响。那讲客观因素啥物货嘞？这客观因素就讲吼，咱这长期以来，中国五千年以来，拢受了迄个儒家思想、儒家文化影响。啊，这儒家文化嘞，优点真济哦，优点非常非常的济哦。但是嘞，优点的反面嘞，对咱百姓真无公平。伊安怎讲？儒家吼，伊若为孔子啊，为老子请教一寡问题，伊儒家吼，毋是从孔子开始的哦，真正有啊，这真正有啊。啊，孔子吼，我相信各位读过《论语》的人，捌拢知影，孔子强调嘞，一事而不作，叙述而已，伊无创作。啊，伊他我都接儒家出来，伊甲发扬光大。发扬光大呢，一边本身并无伊创作什么货，伊是记录，甲将伊扩大呢。啊，这个咱老百姓谁讲啦？中华文化五千多年，有一句话，我相信各位拢心啦，伊即马讲啊，你就讲啊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老子咧讲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自之。老百姓会当互伊服从就好，你袂当会知伤济，你听有无？你想看卖？那老百姓一寡代志拢用空调咧，做个代志用空调拢唔知影。一寡早时代，1970几年的时，咱台湾面积特别含美国、要含日本断交啊，报纸你看卖？迄嘛写到吼，袂断交啊，关系阁真好咧，有无？啊，面积一边作工作一用起来啊，咱就嘛写到好，拢只报喜不报忧，就是许咱去用偏啊砍咧行，偏啊用梗咧用砍咧行。吼、哦，这历史上所有政权拢大同小异啊，拢相反，所有皇帝赶快安尼做，吼、哦。咱这个时代，拢国民党迁到台湾以后，你也看，古早嘞，反共时代时嘞，足济遐党政遐一挂努力较强的人，开口闭口拢讲，先总统讲讲吼，啊，孙中山上面有啥物一直讲遮个代志，你甲想看诶，这啥物代志？破卡村嘛，破卡村个文化。即句咧，当然讲啊，即马英总统安怎，吼、哦，拢拍床，即就是讲知识分子，即努力性、奴隶性的知识分子，吼、哦，即奴隶性的标准奴隶的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那种奴隶去哦，啊，一般人咧，你敢票干嘛都得票，无都得票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来的？咱即摆为着思想要解决我这问题，咱为着思想开始讲。为历史上讲，你就讲啊，我来了厝哦，来，咱看历史上吼，啊，这儒家思想吼，
是甲好好进前控制进前的有些收缩出来啊，但是咧控制从伊个做大起来吼，啊控制咧讲实在，伊对这个伊这个经过这个伦理吼那个解说，对这个儒家思想敢不清楚，并无清楚，伊人讲儒家思想思想迄个核心吼，就是仁啊仁啊迄个仁啊。啊，人就啥物？爱人哦，爱人，爱这普通上世间的人。啊，这爱世间上的人，伊嘛足咁解解说呢？伊但是不多详细解说吼。第二面安尼呢，你看卖哦。所以，伫迄个春秋战国中期的时候，孔子跟过身啊，灭这个墨子，这墨子出来，墨子出来以后呢，怎啊去用啊？兵盘过啦，孔子说不能讲啊，怎么以墨子？这个墨子吼，墨子讲这个兼爱非攻，哦，兼爱非攻薄上，做好符合片时代，怎啊？墨子怎啊清起来？儒家思想、儒家思想，甲迄个孔子，先把它丢去。后来加在墨子、墨子死后嘞，这个名著出来。名著出来吼，才有法度将迄个儒家思想思想哦，搁做起来。名著有一句话真出名：“与其好辩哉，与不得得意也。”即孔子一寡学说的寡欠缺的所在，拢经过名著来发扬光大哦，发扬光大哦。无即儒家思想哪吒变落去啊？噶发扬光大以后，名著吼，伊也讲实在啦。孔子老物件有限，但是这个要从这个思想要有扩大，要有迄个较杂精的，只要是安怎呢？用足个易经，用足些其他各家的学说弄个更参咯。这造成背后如果是思想一。扩大的原因之一，啊，这嘛也好处，但是歹处吼，稍等再去讲吼。别看讲啊，这个思想真正害啊，从安到变成种推卵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嘛咱这嘛讲着，到宋朝的时，这朱熹吼，伊讲迄个，因为孟子吼、哦，名著从啊宋朝的这个朱熹的时，已经千多多年啊。有讲清楚无？不讲无清楚，有若讲无几啊千年，讲无清楚。注意个看即个古册，伊讲理气一元龙，理气一元啊！哦，这个真大哦！啊，这个足热心哦！啊，这个四书五经吼，足侪拢伊写，拢伊注解，拢伊注解。但是咧，到明朝个时，将王阳明出来，王阳明讲。这理气哦，是单元论哦，是双理二元论哦，理气二元哦，你有人安尼讲哦，单两个论证。哦，啊论证的时咧，论证的时咧，做变做讲安怎呢？两个正在搭啊，搭到到尾，有啥结果无？并无结果，并无结果。但是明朝末年时，出现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。这个人叫做李卓吾，姓李，李卓吾叫李治。这个人吼、哦，命中非常的奇怪，咱讲用国语讲叫做坎坷啦，坎坷，足坎坷的。辛辛苦苦读书，读到比较十岁，考了状元去做官，去做官了无偌久。连袂着老爸死，连袂着阿妈死，连袂着因老母死。啊，古早时代，按照迄个儒家思想，那即个继任的人过身，在守孝至少三年，继就得三当，修好三当。啊，修好是安那修好，他们台湾无共款呢。古早时代修好是讲，我去蒙古边啊去一个草厝啊，住遐哩。你三当要安怎食？你偌好赚，三当开完。开个机会操蛋，连耍三个高档去啊！好不容易讲耍，搁找人，讲要搁安排一个职位，要做官，无着伊啊啦！
开拢只庙爷啦，无开啦。即、這个人，我好，我教迄落，教迄落，人个念地瓜私塾。但以下写下者，下一部车哦，这名吼、哦，我相信大家拢知影，秦始皇也最大功绩上面会焚书坑儒。以下者焚书，伊讲这世间上的所有册拢起个小小条无效啦，尤其儒家写的拢无效，就小小条好，哦，完全无效。伊讲安怎讲呢？唔相信我试验，试验你看卖。伊讲吼，我做过实验。我伫阮个迄个都市底，有一间，我总啊将迄个几啊仙钱带到涂骹里，其中有一个秀才行过讲啊，李先生你好啊，怎好？但伊行看到钱以后，当啊大嘞，唔叮当啊！啊，这顶上伊做真有地位啦，迄秀才真有地位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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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伊甲人干，甲人挨杀死，跳偌久呢？按早起差不多八九点啊吼，徛到中昼。你徛要怎啊会？确定啊人无，伊变啊翘起来啊。啊，我阿弟做话哩讲，我伫边啊看哦，看甲伊咩闪耀啊，咁咩闪耀实在啊，挡袂牢啊。你嘛去徛哩啊，唔走啊。讲读书人这种代志要来钓，啊，厕所搞种现现的指导啊，你做敢是？唔是啊。啊，所以厕无啥物好，无好啦。大家不能回归吼，动心。移动的心，囡仔种动心，较天生无邪，卖变鬼变怪。所以啊，册孔子、儒家、佛教迄册，拢是遐妖言惑众，拢就抓别人写啦，要求别人拢是迄个现行的标准，要求伊咧最低标准，你不用圣贤标准要求我，就是安尼来，吼。来，咱再看哈。所以即个迄啰。儒家思想教育时吼，伊为了讲，伊常讲一挂奇奇怪怪言论，所以去学官府也去关，也去关起来。啊，关老久，关到吼，关到头发先煞无。这个官府也未出讲什么思想其他问题，无啥文章啊放出来，规个头壳先煞无啊，爱总是老长头毛啊，伊总啊讲规气我剃光头。吼、哦，剃个头，四个，拢讲也焚书下也要令。但这本册我看过，这本册我感足感动。明朝时，1500几年的时，这本册写安怎？你知影？男女平等，中国也无男女平等吼，男女平等吼，中国绝对袂强，绝对用。但这理论完全对，但是时间点唔对。思想特别足厉害，因为迄种是儒家思想是男尊女卑啊，啊你讲个这出来，一定会修理的啊。总讲啊，下人李疯子安尼出来吼，那讲哦，这儒家思想你别讲，儒家那按祖先那法家化的，咱讲较紧哦。这个，咱拢知啊，春秋战国个时，统一国个什么人？哪个国家我统一的？秦国啊。秦始皇秦始皇按照我统一六国，因为用法家，法家就学说吼，就上来韩非子啊，韩非子这個人吼，个性是呢，讲话拢大字，讲袂清楚，安尼，袂，一直讲，讲袂清楚啦，所以李斯伊个同学甲揣伊见秦始皇，金丝吼。秦始皇讲啊好啦，你规历史你甲我讲要领导要点就好，你也讲到底吼，我规工拢伫遮，我都听伊讲。讲历史，从伊写的册，伊一寡要点，甲秦始皇报告讲好，这样留咧，叫继续写。但是咧，无偌久，韩非子去予李斯个害死，一山容不得二虎。开始，在咱这边讲哦，这法家的思想是安怎？因认为皇帝含天，皇帝就是天，天就是皇帝，皇帝代表天来统一天下，所以皇帝迄种观念是绝对的。
袂当变更。所以秦始皇迄法令出来，你若不做到，保证人落地，就是安尼出来，吼、哦。即、啊這个到金朝的时代，到金朝无偌久就煞去啊，煞去啊吼。啊，我汉朝细汉出来，细汉的时代，即、這个皇帝新朝代出来，一定含顶一朝代做无共款代志。这是朝代咧，伊是法家，所以伊采用伊迄个宰相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独尊儒术啥物货咧？因为儒家是思想吼，咱较中无法擦过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；君为轻，老百姓上用上大啦，老百姓老板啦。这民主，也就是咱个讲个民主的思想。民贵君轻，但是董仲舒总结物件，那完完全全到汉朝皇帝，伊敢要用？伊袂用，绝对袂用啊！啊，袂用要怎用？甲改过，安怎改呢？这改唔是讲马上改，真巧。开始的是的，确实也用儒家思想。即马规个天下，那发生啥物灾变、天灾？吼、哦，啊是啥物？台风台啦，啊是啥物？迄落许地震啊，是啥物？许大涝大水啦吼。这皇帝吼，马上下诏罪己，加啥物诏书向上天，因为这天比皇帝较大，向上天报告，这是一切我领导无方，请上天神处罚我，所以下罪诏己，一切我做罪过。伊忙要找我老百姓，一摆两摆安尼，第三遍、四遍、第四遍，遐个大神，当真巧的人，拢是安尼吼，拢算出来，安猜大刀猜出来，皇帝啊，不需要安尼做，你若爱做吼，老百姓看不起，安尼啊，我这大神内底吼，其中一个来代替你好无？皇帝讲安尼好，我做啊这一遍啊，我先吹个，别先老百姓看，先几来遍啊，不列了。做过一遍，要皇帝吃好照就报啊，拢会样做啊。啊，你去打赌啊？哦，啥你去打赌啊？就做成安怎呢？你看咱即摆咱社会上个，比如遐一挂弊案，那下你到底弄啥物？弄下骹站的人啊，顶头站有无？无，大家真乖，拢无咧吵架。其实是安怎？即个儒家法家化啦，弄下骹站的人啊。儒家法家化啦，啊，这按照儒家的法家化呢，这个也本身儒家哪一个观念，也三纲五常，三纲五常，吼、哦，三纲五常就是讲咯，君为臣纲，皇帝就是大臣的，迄落的主，啊，这个父为子纲。囝的人一切拢听老爸，夫为妻纲，做家后的一切拢听翁婿的，这三纲。啊，这五常呢，仁义礼智信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三纲五常。啊，这三纲五常呢，加上这个皇帝，咱在讲儒家社会有皇帝，伊经过这种下罪召集老爸迄个大臣提大锤以后。咱拢知哦，那我相信大家唔知道去过北京后，无去过北京嘛，讲知影。北京有一个天坛，一个地坛，知无？有天坛，有地坛吼。啊，是要创啥会？祭拜天地啊！啊，祭拜天地啥物会咧？即摆当年诶春天，啊是冬天诶时候，一个季节，得去祭天。啊，祭天啥物会？全世界，全一切国度内底。做官的上有钱人，什么人？皇帝啊！所以这天的时候，就先沐浴更斋，吼、哦，沐浴吼、哦，啊，得迄落得如数几天，食菜食几工，啊，身躯洗几遍，啊，才去做。这就是讲中华文化这种贿赂文化开始了。上帝去贿赂天，上帝去贿赂天，因为儒家思想是讲天比皇帝较大啦，啊，所以上。皇帝必须要贿赂天，啊！但天什么会非常抽象，非常讲蒙蒙渺渺啦。
你讲有路，我讲无路无啦。天是安尼啦，啊心里对，你蒙蒙飘飘，蒙无啊，看无啊。而且风安尼这拜天的时，贿赂天地。中华文化就贿赂文化，为啥开始？啊，这下骹手的人咧，大神，遐拢爱经过西，拢发觉的人啦，看有啦。人家讲三纲五常，一旦决战啦，大神一切听皇帝，囝一切听老爸，啊，这个做人红做账的家后一切听红的，绝对的服从，绝对服从，加上人当贿赂。并讲愚孝愚忠的时候，愚孝愚忠哦，戆戆啊中哦，唔像咱即摆讲法咪样哈。咱小学嘅时吼，读个大学、读个中学、读个高中、读个初中也好，上课上完，老师有咩问题？问题请举手。敢玩牙笑无？敢无？无吼，我嘛相反啦。我起身牙笑嘅时候，老师讲你不要捣乱。我坐下，一拜两拜你怎么讲？啊你呀，搁真正要甲问，啊你也记得被批点卡安尼哦，有可能一个分数真低真低，啊大下个时候一定被当，那问题那么多，问题学生，安尼啦，哦，这就是讲要努力想出来啊，哦，啊算计是嘞，你问计讲啊，即摆要找什么人啊？计白讲，啊，你将来讲哦，投几号啦？啊，好啦，投几号？那票就爱俗俗啊，袂脆，啊，不都人钱来啊啦，贿赂文化来啊啦。但我讲诶，迄贿赂文化啦，来啊啦。啊，一票偌济啦？啊，你要投三万，投三投票啦？哦，啊，偌济啦？哦，你若是讲，莫研究啦，千五啦。啊，若白乡，而且局势较歹，啊，两千啦。算不是拢安尼来？哦，即个就足够一来就有啊啦。啊，大家有样看样啊。啊，不用家己想啊！这里发扬光大出来啊！吼、哦，这里一点发扬光大出来，这是讲教人做文化，教人安怎做愚忠愚孝。啊，但这愚忠愚孝嘞，讲较紧嘞吼，咱讲紧嘞。愚忠愚孝好，对这个国家安头开始要爬起，真好，对国家来讲真好哦。啊，但对老百姓，哼，把人惊死未了了，看有影无？把人惊死了。死别人咪死，死也咪死贫道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国家咱在这得到目的就好啊。啊，到时有啥问题，啊，反正下面人担，唔是我头来担。规个文化都先来出来，哦。那个，咱就讲了台湾哈，咱这边这儒教法教化吼，一样吼，佮发生产生一个怪胎。这个、儒家思想吼，伊本身有无敬拜神，以孔子来讲。焉知生？哦，哎呦，伊讲哦，在生时我都唔知讲后摆变安怎，我才知死。哦，我在生时后变哪鬼，我都唔知影，我才知讲安怎死。不知生焉知死？哦，唔知我在生时安怎，我才知讲死要安怎。所以，这个儒家思想伊并无强调迄个宗教啊。所以，伊这对迄个人需要迄种宗教的思想嘞，弄到迄个道教、甲佛教。所以，这三个嘞，自然会合作伙。咱嘛台湾的道观，一挂迄落，迄落啥物事，先了看卖。道教的神，伫迄落佛教的寺也看会到。啊，道教的啥物宫，啥物宫，伊。佛教的一挂神看会到，神明也看会到，就是安尼来的啦。就变作商家合作一下啦。所以伫外国咧讲，儒学并不是儒学，是儒教，所以合作会啊，啊真趣味哦，真趣味哦。譬如说，这个小姐，信佛教，而且信基督教，而且信基督教，而且信佛教。几啊种无同款的宗教，而且一贯都，大家吼，拢脱离不了儒家思想，叫绑掉了，困掉了呀。五千年以来，慢慢该熏染，慢慢该熏陶，无一个拔会开。
每一个北会开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已经根深蒂固啊啦。我今日去安怎？安怎要讲这个题目？真简单哦。那就讲你的国主，霸王的国主，你个翻身要去中大楼，我请问你要哪去？丢，卡掉，无唔丢，卡掉。你无卡掉，你我都无要去啊。啊，你若讲将我无卡掉，要甲起起来，敢起起来？无在了啦，无在了啦。但你无在了起啦，因为中卡掉。所以我有这目就是安尼。咱用个固执的思想，我讲给你解配有知影，先卡掉，即我惯性的思想，因那顺思想弄讲这条伊，吼、哦。那再来讲这個，这个文化甲文明的差异是安怎来？真简单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汤恩比、托恩比，即个讲，上一个文化，上天给人的考验。啊、人对天对上天来做答复，做答复，这就是文化产生。那像我北方，北方迄正寒正寒的所在，无菜当食。啊，要过冬是变怎？想办法啊，菜甲老嘞啊，用啥物方法老嘞？做咸菜吼，像韩国人做韩国泡菜，啊，对对，中国北方的人做些酸白菜，就是安尼啊，老嘞。啊，迄、那个。精神底下这边怎？啊，唔较简单，甲做腊肉啊，做烟肠啊，就是安尼，这个文化产生吼。这文化产生以后，用伊变作实际物件，迄就是文明啦。吼，按即摆讲，咱讲一个迄落，那错误的、错误的迄个国家观念吼。这错关国光观念，我相信各位拢捌听过，没有国哪有家。有没有听过？有吼，胡说八道。咱来讲，要讲话说，中国五千年文化，你看，一个刁蛋一国就好了。换过国家，你敢算会完？算会完吼？算不算会完？吼、哦，我算啊，读啊，食饭啊，全部爱算啊。管你几个国家拢共，比拢共款呐。国家一个一个换，一个一个换。迄个人的家有没有变？没有变啊！你免讲遐远啦，咱台湾，咱台湾四百年历史，其实荷兰来，荷兰照明朝来，明朝照清朝来，清朝照日本人来，日本人照国民党来。啊，你的家有没有破？没有破啊，没有国那家，这个哪对？胡说八道！迄就是哦，政治佬啊，难妥啦，叫人去替伊叫做愚忠啦，发出愚忠啦。这个人弄病啦，啊，这边弄忙去弄，所以这点哦，我想拜托各位，等伊就安尼讲，讲你休息些，休在家，忙做忙啊，哦，就是在弄病，无碍，你别容易家己弄，吼、哦。这个国家观念就是安尼来，国家吼、哦，那就讲安尼啦，外省啦，那这外省派烫掉，换，这手续派换掉。各位敢知影？前一阵日本的三一震灾以后，迄、那个首相安怎做袂落？各位敢知影？各位拢无注意到吼。迄、那个首相最大问题啥物货呢？伊国内有人老大人夭死两个，国会议员起来甲质询。首相讲：歹势，这我唔对，我无照顾个，无照顾着因。就我应该引咎辞职，怎啊都待？咱台湾干嘛呢？要死这里死哦，人惊死袂了，我插插你。好官自我重。伊妈，你要买蛋糕，你还安怎？伊个起了油电安怎起？哎嘛，希望把人惊死袂了，反正哎没有涨价啊，都一样哦。等于对员工无什么影响啊，但对咱老百姓的影响大。哦，咱即摆来讲个讲转来哦。按照讲，四万栋在做，唔到四万铁栋比较袂薄。好，这个四万铁栋哦，简单讲是安尼，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为了快速让一个国家的国力会当爬起来，所以栽培足侪种要
训练师资，啊，这师咧拢将伊灌输一种国家的目的、国家的理念、吼、哦、军国的理念，互人家来传出去，这都无体啦，世界都无体啦，互人家传出去，啊，国家应该才会紧啊，用来出来，所以小学的老师，啊，中学老师，那种思维系统出来，大家头壳一定，说一不二，啊，这当然，这替国民党做愚忠，做五西中新疆或者要种代志时，国民党总会收编啊，总会动作投票部队在背啊，啊，你啊思维系统你啊想过头登上紧的，过种开除掉，所以咱就把它讲落来，注重。戒严以后，这才取消掉。其实这进程将绝对的帮凶，绝对绝对的帮凶，对咱台湾的迄落诶民主化，拢副作用真大，拢反作用诶。吼、哦，歹势。如果那卡出各位诶学习社啊，啥物人有人服装系统诶吼，我但是我必须要讲，就我所观察安尼。啊，同样大学毕业诶，代清代。吼、哦，啊，高中大学毕业的，未当做老师，当然未当做老师，这事实就无公平嘛，上个无公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讲第三点哦，这新闻讲吼，是安那，是啥物代，是啥物物件？控制思想啦，控制舆论啦。一个国家做代志了，无，哎，做了较超过。诶、欸，新闻你也要写记录，要写这个、迄个社论，先经过审查，三份新闻拢经过审查，一审查过才能出来。但这种组织，伫迄个新的国家有无？完全无。所以有人批评马政府，你做袂使。最近，美国家提出严重的抗议，伊才讲啊，这样呢无好，要不然取消掉。这个价促销掉了吼，那关门大吉吼。好，来看第四点吼。国民党甲共产党拢是诈骗集团呐，简单讲是诈骗集团。吼，国民党讲像迄个2008年633有兑现了无？无兑现。伊讲股票一定要涨到几千点、几万点、万点。迄当时吼，较市中减偌贴的人吼，光因厝客卖厝卖咧，啊厝客底，光去买股票，去今物价股市，拢死啊真歹看，死真济人，拢死真济人。吼、哦，爱上做的，叫国民党变。迄当时。国民党咧讲反攻大陆，解救同胞，偌济人诶！我所知影，足济人吼，情报人员拢去互国民党送去台中国大陆遐，去互逼出来以后咧，国民党无接收，无用倒来。啊，这人未出进前，吼、哦，国民党叫因写一寡。甲因讲一寡，有这人安怎出什么代志？要偌好个待遇，啊要甲请因个爸母，啊要请因个家庭，有做无？拢变个，拢骗个，总共变。咱讲较紧个哦，台北有一个市议员，啊尾后做立法委员林正杰，因老爸拢一个。迄个刚才林正杰伊咧做立法委员做市议员，我都找了政治线，将因老爸上来，因老爸。强匪甲放喺香港，我都就会记得来。迄是伊林正杰想方设法甲接倒来。啊，我朋友更加奇怪。情报学校毕业，广播情报学校毕业，广播甲派去大陆，只去大陆做了无三个月，去用杀掉，去关向掠掉啊！对对，管理更当性。啊，但这个这个、人头壳真好，哦，这卡手真敏，真流利，选出来。我走，伊从结婚都无两三个月呢，哦，啊走，走到台湾，
早上若无带都无十工，无十带无工哦，政府叫人家讲，给你的任务你又不去，赶快去，叫伊马上带大陆，就讲你不要去上，不要去广东就好，去上海，去到上海去一刀人家，一刀捅人家，人家等你啊，一摆又去用，去用，去用判死刑，啊上到尾嘞，死刑。反其量之行，就是讲这个判你死刑，但是你两来两年内底，你卖乱来，会当去减到无几多，啊无几多，只减到有期徒刑，达到减。拢讲伫中共的监狱，这二十四天，中共个放出来啊，新界蛮放出来啦。来个香港，国民党照常无俾佮插，照常无俾插。啊，伊无。去找国家安全局，国家安全局找情报局，安怎讲呢？讲，迄恁囝痟啦，迄种会咬人会刣人啦，你茫放倒来，绝对袂让我倒来。讲阮囝佫安怎痟，安怎狂，迄嘛我的囝，爱为国家呢，毋是为了我呢，为了国家呢。结果因老母外省人，伊去找遐心动的遐味，迄当时心动还佫有力的时，迄个足济人，迄个脱落倒来。回到台湾，回到台湾以后咧，无效啊，真滴好啊，安骗老百姓，哦，所以咱将来注意听，遐政治佬啊，包括国民党、民进党，因咧讲话，麻烦你注意听，听起来第几遍，心内好好想一下，伊过去讲的甲兑现，啊，较早若兑现。即马是几啊大张，敢有可能会兑现？免讲啊，迄种免讲啊，无可能兑现啦。讲一支大机会，你好你赢啦。到时吼，有哪无可能啦？这是国民党一向的作风啦。哦，啊，咱内底，咱即个台湾内底，你主要看，迄政策，敢是拢骗的。所以国民党，我意思的是，咱来想看卖。往 no 的方向去思考，你不要去真的是 yes 的方向去思考，或者会上当。像我就上过当，上过很大很大的一个当。我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较早用的洗脑去，但是我家己搁洗了回来。我伫1997年的时候去中国大陆。北京做学术访问，强匪啊，把我抬去搞判刑15年。我2008年，卖到要算计，强匪才给我放倒转来。我假释假释放出来。啊，内底我所看的，一般人看大陆是为外面为顶头去看大陆，啊，你强匪啊，我一个机会，我为下面为内底去看强匪。看的吼，惨不忍睹，安装欺骗，是讲，洪水，啊咧救迄落救灾，救灾是有迄个先进世界为人较英勇的，较迄落先进世界，哦，全国到处巡回演讲，我看讲在真啊臭逼，你到一个所在，先进世界咧讲的是，有一个特点，一点讲个老爸老母。破病，伊拢无等伊，无等伊做老爸老母，吼、哦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大一开的人一定查甫某，卫生纸摕咧，面具了许手巾啊摕咧，要擦目屎。啊，你看，迄种表情，知我拢好笑的啦。到十点钟安尼，他有可能？啊，真正感动吗？我真正个暗条个听好未？狗屁不通，你们讲的拢教条式。啊！你安头搞不弄教条事哦？我再讲，我当时有办个改革，有办国际组织，迄个人权组织去巡视，看你对你对犯人安怎？啊，强匪啊，匪干出来，叫犯人杀半边的猪肉，冷冻库杀出来。你看，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犯人吃这片猪肉。现在人管那些组织，外国人，哦，好，他们走的呢，又塞到回去了。
我哟，迄个凊彩游泳啦，凊彩无煮，无天凊彩切切无洗，啊水煮个滚吼，凊彩淡落去，盐淡落去，一顿菜汤一碗，两个人头啦，安尼。啊，对外对外宣传哦，哦，讲迄一段写偌好看，偌好听，算是诈骗集团。所以别人唔知影公费，我足知影的。迄两个兄弟啦，迄个三二的，列宁二的，就是种迄物件啦吼。哎，那就看卖哦。那就讲遮济，要摆脱迄思想的控制以后咧，那就脱华入欧。这华吼，中华思想已经去用破坏掉迄种中华思想。安怎咧？安怎入欧咧？摆脱迄思想以后，基本以外思想。尽量装欧美物件，你莫讲中华文化，中华文化在贿赂啊！从咱的民生国的成立以后，开始运作以后，贪污是安怎？变变呢？啊，不变形呢？或者变形五人再变变？哦，咱就摆脱思想的控制，就是自由的人，我都自己自由人。哦，啊，这个呢，咱后摆教育时代，你莫讲捆绑式的教育，捆绑式教育讲一切为了。国家的利目的，国家的利益，去学袂将咱后代当作实验品，袂拖咧乱转，拖着咱乱跑，绝对袂使吼。啊，遮出来，咱这自然我都产生一种，毋是迄种奴役性的思想。为遮奴役性思想呢，加上迄欧美的思想，才法度衍生出台湾的新文化，吼。好，来讲这个结论吼。刚刚讲的，对我今日主要，互恁家觉醒，咱台湾咱自身一种奴役性的处境。第二种呢，咱人民政府，咱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还原这个历史的真相。咱台湾就是，咱台湾到目前为止。这是日属美国占领的所在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，我就地合法，哦，咱现在做一个自然人，做一个无受自然人，还是发言什么？包括国家，包括某一个团体，包括一个政党来控制自由人，这是我今日的结论，哦，多谢各位。阿克力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